大明的味道，女上男下，相信我吧，马上来吹喇叭，能量可以三人一起啪啪啪啪。记得大家订阅白痴公主频道，铃铛这个通知要按全部通知都要打开，才可以知道有上新片。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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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我是白痴，白痴是我。只是拍这集，我觉得讲了很多我很少讲的话，结果没有想到，我就这样子被夺去了我的第一次。第一次啊！你抱这么紧干什么？你要对我做什么？大家好，我是白痴公主 A 卷吃吃王美平乳贱女神，谁来吃家吃去谁家哦！终于有了新的一集，是阿迪。嗨，我是阿迪。这个系列你是不是来过三次？我来过三次了吧？哎，对耶，但是我是第一次来，就在。那你第一次到，你今天有没有比较紧张或者是不舒适的感觉？我觉得有一种朝圣的感觉哦，就是觉得说这个黑色沙发上面发生过很多的事情哦，拍摄的事情。好，我们待会也会在这边发生的事情。就是因为我最近在学英文歌，有些歌词看不懂哦，等等，就是有几首歌，我们一起听个前奏，歌词看能不能带我念一下，因为我不太懂这是意思是什么。OK， 我有非常不祥的预感。这是英文歌吗？英文歌，对，我们就是健康的语言上面。的交流，寓教于乐，学术的。第一首歌是 Jessie Grande Nicki Minaj The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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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o the Room I Know You Want Bang Bang All Over You， 我记掉了。Wait a minute to you。因为你看我就是歌词不太懂，就是这个是什么 bang bang into the room I know you want it， 为什么要在房间 bang bang 啊？哦、bang bang 床上面可能会有男女之间的一些行为，嗯，所以原来 bang bang into the room 其实是在讲说在房间，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啪啪啪，英文的 bang 就是中文的啪啪啪，这种事情可以拿来唱出来、哦、可以，美国的流行歌他们的性暗示真的是一个比一个露骨，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说这些歌曲可能十二岁都在听这样子的歌，对对对对对对，我印象中美国像这样子的歌曲都会有一个标签是 parent advisory， 现在的每一个专辑全部都有这个标签、欸、而且我觉得这一句话有一种就是我在房间外面就已经在进行了、哦、然后整个弄到进去房间、哦、那什么叫 all over you 这件事情做在你的全身上下这样子，不懂哎，示范一下、哦、不是我是示范什么蹦蹦皮卡皮卡我去哪里呀、啊、蹦蹦我滴滴滴呀我要做好你就等把你好你送外卖就等把你好你这个是 Cardi B 跟 Bruno Mars 的 Please Me Please Me Baby Please Me Baby Baby怎么了吗？ Please 不就是 sit down please 吗？啊、不是，那个的话变成是副词了。这边的 please 它是动词，你可以看说它跟哪一个字长得很像。Pleasure， pleasure 是什么？愉悦或是快感。潮吹？不是，就是不 A 的，它可以是很正面中立的形容，就是很开心很快乐。哦，就爽啦。哎，对啦，就爽啦。爽啦，所以 please me 就是让我爽啦。让我爽，宝贝，很高兴的，很高兴的。请第一个再教第三个，我觉得你今天选的歌真的都是性暗示超级明显的，你真的让我整个人设崩坏，我今天讲这些东西，那我们再继续听哦。这也是关德的歌 Side to Side， Side to Side 超级黄标的，这首歌应该整个被黄标啊，可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的 MV 就还好啊，但是又是两个女生在那边唱歌，对 Side to Side， 应该他们在做运动啊，好，就是这一句，如果只听前面的话会不知道他在讲，但是听到最后面你就会发现他在形容的是说 I've been here all night， 我到你家然后我在这边待了一整天一整夜， And boy got me walking side to side， side to side 就是摆荡摆荡这样子，他不是机器造牛，不是啦，不是不是 walking side to side， 他是说我走路的时候会这样子这样子走啊，这样有什么很色，因为我在这边待这么久，然后你把我弄坏，然后我现在走路会 KK 的这样子、哦、就是好狼感是不是是这样子、哦、对对对，然后他的歌名就叫做 side to side，中文不就是说打炮，然后我走路都腿软，而且这个到后面他更夸张，对 Nicki Minaj 唱的那个 rap 那部分，Right，
Dick 不就是 GG 吗？就是、对，就是 GG， 对对对。Red Dick Bicycle， 它是在讲一个体位。好色哦。对，非常色。对 ，Come True 就是你的美梦会成真。然后 Get you this type of blow 就是吹，就是给你这样子的服务，这样。这个更色哎，他怎么把自己名字放进去？对 ，If you want Minaj， 如果你要我的话 ，OK， I got a tricycle。Tricycle 是三轮车。该不是三 P 吧？对。哦，好大胆哦！你真的是很大突破哎，我真的很对不起第一个，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这些意思。这些东西翻成中文绝对是很母汤的歌曲，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用英文听就觉得好像可以接受。对啊。我手托了我的路尾巴，路尾巴。新的玩法，新的潮流，加明的味道，女上男下，相信我吧，马上来吹喇叭。能量可以三人一起啪啪啪啪，学好多，有学到吗？我觉得学这个很不实用，除非你交一个外国人男朋友。我讲一个很丢脸的事情，就之前在国外，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我很开心，然后我就喊了一声 ，Oh yes！ 我这时候想起来，我觉得好丢脸哦，旁边的外国人整个全部在。这个也很好听，就是One Direction， Live While We're Young， Go Cra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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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only meet, but let's pretend it's love. 假装这是爱情，比较偏向一夜情，就感觉是他们才刚见面，但是他们要一直疯狂到太阳出来。然后我觉得最关键是他这边 let's get some， 就是打了一炮这样子。嗯，为什么？它是一个比较口语化的说法，比较像中文的 hey show 的那种语义。然后 live while we're young 就是我们把握我们的青春这样。所以这一整首歌就是一个一夜情的歌。可是这首歌超常被拿来当求婚歌曲的。可能这一对他们认识的方式就不好说了。全部留白。Fifth Harmony, Work from Home。好，这边有网友出现了 ，Just Need Your Body， 对。I just need your body, right？ 这边就很明显是说我要你的身体嘛。然后 nothing but sheets in between us， 我们之间就只有隔着床单。然后呢 ，no getting off early， 他说你不能早退。我觉得上面那个也很害羞哎，什么叫 turn the bed into an ocean？ 为什么把床变成海啊？是要让床湿一片吗？哦、oh, ，是这样子哦。嗯，我原本以为是因为他前面讲说 I'll make it into like a vacay 是 vacation， 然后我们放假的时候都会去海边看海。但是你这样讲好像也有道理。其实我也没有想到。你刚刚解释的还蛮清楚，这边还有海嘛，也是都是水嘛，你会弄湿。我让这感觉像天堂，湿透了床单。我不需要别人，我想要你身体。我们直接隔着床单，不准找雪。2012年的歌，那时候我还在读大学，然后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就是唱给大家听，也没有。但是我在听的时候就就是很好听新歌，然后后来看歌词的时候发现，对呢，就是大家前面已经学到那么多了，应该都知道答案是什么。底下留言，底下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学术的讨论。我相信很多观众应该都不知道，原来这些英语歌词有这些深奥的内容的意思。对啊，各种双关，各种隐晦的比喻，各种直接讲。什么阿弟不教英文？阿弟今天不就在教英文吗？不要跟你爸妈讲说这些东西是我教的。大家有没有看清楚上面这个频道的标签？对，是百事公主的计划。好的，那如果喜欢吃吃的影片，记得看个十遍，订阅频道，按赞粉丝团，最重要的就底下留言分享哦。那谢谢D哥又来到我们第三次的谁来谁家吃去谁家。不晓得阿弟就是你把就是整个毯子盖身上是要遮蔽什么事情？没有啦，没有。既然今天我们在讲的是这个，对不对？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英文单字 ，B O O B， 不，听起来很美好这个单字，对不对？如果你用大写写的话，就大写 B， 然后 O O B， 它刚刚好呢是不同视角的这个物体。大写 B 是从上面往下看，中间两个 O 是正面看，小写 B 是从侧面看。好厉害的单词哦！是不是？那你喜欢B O O B 的 B 还是？就这样子结束了，我要走了。穷到鬼鬼扎扎。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躺好。因为我只想表达就是太棒了，就是哦太好了这样。可是我就是哦 yes， 你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高潮，就是这样。但你就不要讲哦，你就讲 yes 就好了。哦 yes。Hesho 我觉得也还蛮直接的，中文好像没有什么间接的说法。哦，黑嘞啊！就你这样讲吗？黑嘞是什么啊？那个。黑啊黑啊黑黑没？对对黑黑啊，那个黑哦。你讲的蛮顺的。我就黑啊。你是很常讲吗？没有啊。